棒莲藕饼干是不少小朋友心目中的最佳甜点，经典广告台词先转一转再舔一舔再泡泡牛奶，更是让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详。国外布洛克詹达尔竟突发奇想，把1500块奥利奥捣碎，并加入鲜奶后倒进浴缸，开心地泡在奥利奥浴中，幸福地在里头手舞足蹈。詹达尔26日上传一段影片，影片中可见他先将1500块奥利奥给捣碎，再加入浓郁鲜奶分装在不同桶子后，最后全部倒入浴缸中。詹达尔随后便泡进浴缸中，雀跃地大洗奥利奥浴，还一边大颗饼干仿佛置身天堂。詹达尔先前也曾将520磅的巧克力酱倒入浴缸中，整个人浸泡其中，还大吃巧克力香蕉，疯狂行径让他赢得高人气。It's my fault.